前两天答应孩子们做烧烤的，到远的地方去不方便，我们就决定就在家门口烧烤算了。然后今天多买点蔬菜，蔬菜的话大家都喜欢吃，特别这个香菇啊、豆角啊，还有辣椒，烤起来非常好吃。等一下再去买点牛肉，样样的多买一点，今天让孩子们吃到饱。现在先把药解冻了，解冻了，还有牛肉要切了，把药处理的慢慢的处理了。小娜，那个蔬菜放下面，你去洗啊。好好，我拿个盆子去。好。自己家里吃，大块一点。姜末、洋葱末、胡椒粉、花椒粉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少许盐，搅拌均匀。再来点香油。这鱼也腌制一下，做个烤鱼。鸡翅、鸡爪都提前焯一下水，到时候好烤一些。加米酒。二姐，哎，我刚才去游泳碰到我两个同学，还我也叫他们过来了，我还有闺蜜也会过来呗。那我等一下这个螺丝我也把它给剪了，今天晚上炒啊，炒香辣螺也可以啊。嗯，那我不会弄的，等你们弄。哎，你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都交给我。嗯，好好好，有大厨在就放心了。嗯嗯，可以，你只回来这么一下下，叫他们来嘛。嗯，好，我买了很多菜啊。嗯，好好。姐夫，你回来了。今天你来烤烤东西好不好？可以。有师傅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、辛苦了，小厨。哎呦，又是白纸的一天。孩子们，快点回家串露露啦！好就走。哎，孩子们，叫你们串啊。那串两个。这个串一个，来，啊，有人串鸡翅，有人串鸡脚，有人串蔬菜，还有人串牛肉啊。串好了放这里啊。你想串哪个？随便你们自己选择啊。哦，串火腿肠也可以。那给你串这个。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可以啊。你最爱吃的这个啊？是的。好。拿根肠。好，这样，传过来。停，放进来，就这样啊。真棒嘞，俩。看一下下一个，好厉害，姐姐们也好厉害。我六啊，真的。你呢？在哪？在哪呢？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烤鱼太难烤了，我们炸了算了。姐夫，好烤吗？是很好烤，好烤啊，差不多。好热，姐夫。你们那边那个串完肉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点点。哎呦，小宝宝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很吃。有人吃，有人串，这样最好了。简单菜，笑死了。哎，我们摆个桌子在下面，拿圆桌子，我们喝点小啤酒啊。
好的，必须配合。烧烤茄子要的蒜蓉酱，你做好来。哎呦，你看，我们炒个螺，然后煮条鱼，做点折耳根，这是现成的菜啊，其他的就全部烧烤啦。你们吃饱了吗？哎呀，好好吃啊！好好吃啊！姐夫手艺好，跟你们说要多夸夸他，太热了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，看了啊，你看刚出来就秒光了，一出来就秒光了，小孩子都在干。还好做的多，有，放心有。好，姐夫你吃了没有？吃了，那我也尝一下。哎呀，静涵，你吃完了还要吗？静宇，啊，那你先吃。哇，太快了，你们的动作。等一下啊，还有。哇，茄子漂亮哦！哎，不愧是大厨啊！我们家的娃都不吃肉的，刚刚的牛肉串好吃吗？还想吃吗？那叫爷爷给你烤，说明他也是能吃的。你叫爷爷烤啊？对呀、啊，还没熟。怎么这么好吃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呢。他们都想吃。肉丝可能像那个。哪里有？两万。两刀，我都不留的。在那里。我们今天随意了，啊，谈点就慢喽。现在老公都没拿酱，等一下孩子们吃饱了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个茄子好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哎，给我。帮你，喂。中头上面应该要切一下就好一点。慢。哦，没有。你大女婿的手艺哦。你们家怎么光光的？这样烤你没吃过吧？嗯。你们家怎么？来一个。鸭掌。放点肉，鸭掌你要吃吗？鸭掌都是肉啊，还有肉吗？快来呢。这个很好吃嘞。谁要吃鸭掌的？我要来，鸭掌哇，你们小心点别掉了啊，这一定要把孩子们先喂饱了，等一下我们大人就可以尽情的吃了。还有谁要？我是大孩子，所以我也撸了一个。孩子王这嘎嘎香，可以来吧。烤不快，根本烤不快啊，孩子们都在等着。哎，我感觉村里面好多小朋友都来了，我们今天还有好多东西，你们还有小伙伴的都叫来啊。洛西今天最棒了，最爸爸辛苦是吧？啊，他好乐，给他扇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来换一下。好，姐夫你辛苦，等一下换一下我吧。可以啊，等一下嘛。啊。哎呀，先慰劳我啊！啊，你也辛苦。你看这个丈母娘，你给你续上的，待遇不同吧？来吧，看到。给俺忙吃一个那些。好了。嗯。好了，哪个吃？哪个吃？这一种是无骨的。没，现在无骨的没在。啊，没有。哪一个就哪一个吧，哪个肉多的？对，这个来。一串。那好，我帮着了。这是翅膀和鸡爪。那我白的。哇塞！看起来真的好香啊！我也来一个。你管。笨笨，有食欲吗？你们看，哇，太有水平了。我等候，来吃烧烤喽。就给我。哇塞，这个懂事的小宝宝爱妈妈哦。他守着那里耶。对。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吃的。烤不快，根本烤不快。现在两个方位同时烤才行。看到孩子们那么喜欢吃，做什么都好了，现在就是。
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了。好了吧？好的。火腿烫好了，来放这里啊，烫好小心哦，小心小心，一定要小心啊。我们家门口过来一点，这里那个嫂嫂他们都在这里玩，拿一点给他们尝。我当啊，那那那，你拿，那你来分，你来分他们，吃一点，我分他们不吃。我来分。对啊。我来分。来来来。来来来。要是要是不听，要是来来来来。可以，还有还有，我要又去考啊。嫂子们真的经常陪我们拍视频，我们也要分给他们吃了哈。谢谢了的。好，回去回去回家回家。来了，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吃饱了，那。哇。哥哥，你后面来的自罚三杯啊。罚三杯。真的。啊，快点。好。怎么了？吃饱了？牛肉串吃了多少？哇。数不清了，还有个馒头呢，牛肉好吃吧？奶奶鸭头，这是我们卤过的，稍微再热一下就可以了。快来啊，烤鸭头哦！快来，你们赶快给我弄，太多了，根本都吃不完呐！我根本吃不完啊！你们把干过的，你把干的带鸭头的呀？啊！我也喝一口，这谁的？我也喝一口。哎，嗯。啊，烧烤配啤酒，绝配，越喝越有，越喝越有味哦。我们家的小棉袄也来喽，哎呦，凉快多了。向姐夫去休息一下，嗯，他主持了大半夜了，哈哈。要吃点蔬菜，太腻了，那个肉吃多了。嗯，这个香菇肯定好吃。香菇啊，很香的。我很喜欢吃这个香菇。好，好了，静涵，哎呦，麻烦我们小帮手啊，花菜，你做啊？不要不要，我没有，谢谢花菜啊。哎呦，花菜，露西的最爱，这是最喜欢的。对啊，我超爱吃这个，多吃点。嗯，哎，尝尝。嗯，放走去，忙个走上。好脆。好吃啊，好吃！这一批都同时熟了，可以上桌了。哎呦！香菇中翅，来，服务员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所以你把搞过来。大姐，大姐，来吃一个。我想尝那个。就你个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可以可以。无骨鸡爪。无骨鸡爪，你吃一个，我只要吃那个香菇。谢谢啊，我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。香菇难受的香菇。香菇难受啊。睡不着。大家宝宝，难受香菇睡不着。香菇你还在咬？咬对了，咬了。